甚至被对方质问：“你还在教堂呢吗？”腕表刘行立，天书接地气。大家好，我是刘行立。上次我们说百达翡丽5750的时候说到，爱迪生不是第一个发明灯泡的人，他只是实现了商业化。同时问大家，如果百达翡丽是爱迪生的话，那谁是第一个发明灯泡的人呢？现在就跟我们互动起来，把你的答案说出来。前面我们讲过，把腕表做成三问，需要在防尘防水的前提下解决声音传导的问题。传统钟表的语汇里没有碳纤维这个词儿，因为传统钟表辉煌的时候，碳纤维还没发明呢。但是有人愣是用碳纤维做了一块三问表，而且声音巨响。咱们钟表界有一个奇才，他是我的偶像之一啊，马蒂亚斯布特，现在应该是宇舶的技术掌门啊。他提出了碳纤维做三问表壳的概念。在一个中学教室里，马蒂亚斯走到讲台旁的窗户，启动三问，把表贴在玻璃上，全教室的同学都听到了三问的爆声音。一个躲在后面偷偷微信语音的同学甚至被对方质问：“你还在教堂呢吗？”马蒂亚斯手里这款表就是宇舶的 Classic Fusion 陀飞龙大教堂三问。教堂音必须有四根音簧啊，在三问里基本上算是到头了。到这里你至少应该知道，碳纤维也被认为是除了钢和钛以外最适合做三问的材质了。碳纤维坚固轻盈，表壳可以做得比较薄，共鸣腔就大一点，声音也容易穿透轻薄的表壳。马蒂亚斯是这么认为的。如果百达翡丽不是灯泡的发明者，那另外一个灯泡的发明者是谁呢？是艾比。那个灯泡是艾比皇家橡树音响概念三问表。这款表再一次颠覆了发烧友对传统三问表的认知，它也是可以戴在手腕欣赏的。它实现了利用你的皮肤的谐振来传递声音这么一个功能。一米开外就能测得多少分贝，这我不好乱说啊。讲了一键三连啊。这款表是钛的，可能是因为皇家橡树属于运动表，也有可能是因为艾比还是依赖钛表壳来优化音质吧，防水20米。不管怎么样，灯泡已经被发明出来了，把腕表贴在玻璃上，利用玻璃共振来扩音。5750把这个概念实现在了表上。你可能会问，百达翡丽5750用背面的蓝宝石镜片发音，那还能防水吗？前面说艾比那个概念表防水20米，你去问问表店的店员，防水20米意味着什么呀？5750的发音装置是独立于表壳的，中间用防尘垫片隔离，复合材质防尘垫和表壳上开了4个微孔，这个功效其实跟20米防水也差不多。说到这儿，我们聊的都是所谓发烧友关注的，但是下面这部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至少不能算百达翡丽的发烧友。我们说说百达翡丽最核心的，前面只说了一个核心，那就是百达翡丽擅长复杂功能组合。另一个是什么呢？是美学追求。这里说的美学啊，一个是声音美学，一个是视觉美学。话说现任百达翡丽总裁 Terry Stamm 跟他爹在很多方面是有分歧的，但是他很乖，一直等到自己上任才把他的理念付诸实现。比如对5750的秒针显示的处理，他跟他爹就有分歧。爹说秒针嘛就应该用针，而儿子说呢，我得用转盘来代替秒针，因为我很多地方用了一种类似古典跑车的轮毂的造型，我得尽量呼应这种造型。显然含着金钥匙长大的总裁对经典的跑车是有一份情怀的。古典跑车大多是辐条车轮，辐条轻盈通透，用辐条设计让表盘开放，相当于增大了共鸣腔。再说一下5750的自动驼，什么？你以为5750是手动的？那你 out 了。5750作为新一代复杂功能的杰作，它是自动的，微型摆陀，它的造型也呼应了表盘上的轮毂造型。微型摆陀能最大化降低机芯的厚度。如果说表盘做成辐条的是为了通透，那摆陀有必要做成辐条的吗？不是没必要，是不可能。因为摆陀是铂金的啊，为了优化上旋效率，铂金是比重最大的贵金属，但铂金有一个缺点，比较软。
如果摆脱镂空做成辐条状，那很可能轮毂会隆啊，那咋整啊？百达翡丽用激光浅浅地雕刻出辐条的图案，这个图案看起来跟表盘上的是一样的啊，这叫呼应。这个激光雕刻工艺，我觉得跟今年早些时候我们介绍过的劳力士日志型棕梨叶图案的韭菜绿可能很相似，飞秒镌刻。你又要说飞秒镌刻是眼科手术成熟的技术，好吧，在如此浅薄的表面上刻出那么精密细腻的纹样，你还能推荐更好的方法吗？再说一个重点，如果光用颜值来描述百达翡丽的美学追求显得有点不够全面。百达翡丽或者说很多日内瓦流派的品牌，它的美学追求之一就是对厚度的控制，这一点能甩追赶者几条街。配备了顶级复杂功能三问的这种5750，它的厚度感谢微星摆脱才11.1毫米，直径是40毫米。5750有多薄呢？我不好拿日内瓦产区的品牌来比较啊，但是精工灌篮式的大三针的厚度是12.5毫米，而积家大师三问的厚度是12毫米。前面说到5750的表壳是铂金做的，这给表壳工匠带来了麻烦。铂金表壳在高级品牌本来不算什么，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宝珀、宝玑都用，一般贵金属表壳的表耳都是焊接上去的，但这次5750的表耳却不是焊接的，焊接可能会破坏铂金的某些物理特性，百达翡丽总裁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用了一体成型工艺，但你看表耳跟表壳的交接的地方打磨有多困难。没办法，我们只能找手艺高超的师傅耐心的打磨。这句话其实说出了很多高级品牌的心声，我记得宝珀 V 系列的很多表款的贵金属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所以大家把表拿在手里欣赏着腕表的美态，殊不知表厂在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腕表流行里做一次这样的节目也不容易，所以一键三连吧。那个颠覆性的铂金音锤打磨起来也真够麻烦的，铂金音锤的打磨不管你是抛光还是拉丝，你要是不留意的话是越打磨越烂，直到报废。所以高级制表不光要有耐心，更要有技术的传承。我们不具备以上条件，那只能付出天价或者交智商税。最后补充一点，灯泡并不是爱迪生发明的，但他享受了发明专利，最先颠覆了发烧友对三问表认知的也不是百达翡丽，但百达翡丽成功地把这15枚5750定出去了。这又说明了什么？我在评论区等你，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订阅我们的频道，再见。